This is turn table. It can be removed. It can adjust the height.整个来说的话，我们这是电源开关，我们打开电源。Turn on the power. 我们可以选择语言模式，这里英语、汉语、英语。Choose the language. 然后登录密码。Enter the password. 你看，我们现在做 IPX4 的测试，测试我们可以设置角度，170度。然后流量，然后我们测试时间，然后我们这里有样品的供电开关，然后这边是旋转台的运转模式，正转反转。旋转台的转速都可以选择的。然后我们安装好样品，我们就可以点测试。Start the test.